主料，青蟹一只，年糕100克，咸蛋黄4个，辅料，大葱、香菜、盐、水淀粉、食用油、料酒、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青蟹蒸熟，掰开壳，去鳍，去鳃，切开两半，年糕切条，改成小段，葱斜切段，用热水泡至年糕微软，咸鸭蛋去蛋白，丢蛋黄，加生粉，少许水，料理机打碎，打成蛋黄糊糊，把年糕放进蛋黄糊糊里，使每段年糕都能裹上蛋黄糊，热油炸至颜色微黄，年糕外壳烧脆即可，捞出沥油，待用，少许油，爆香葱段，下馅，加盐，料酒调味，加少许清水烹制一下，水淀粉够薄芡，青蟹、年糕一涂完好，把芡汁淋在蟹身和年糕上，最后盖上蟹壳，香菜点缀一下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蒸青蟹的时候要用线捆住脚，要不这脚全与蟹身分离了。冬天的咸鸭蛋黄是硬的，一定要借助料理机才能打开，年糕要趁热吃，才能吃出蛋黄的咸香和年糕的软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